咦，而家先至录喎。你睇你唔见得冇几低色咁样。百呢顶帽几多钱话？390。390啊？嗯，我都想买，我都想买翻顶喎。我哋对300几。你睇几舒服？又可以遮到心口嗰啲肉喎，系啊，可以遮到心口啲肉，我觉得几好咯。其实你索到最出嘅话，你依家可以露埋个口出嚟噶啦，系嘛？系咯，你净系遮条前面条颈啊、心口啲肉啊，都已经够啦。呢个冇仪器噶。吓，我而家录紧噶咯。我点解唔冇仪器啊？爸，你唔使。唉，我唔系好觉得呢只冰淇淋好食咯。我觉得上次农场嗰啲冰淇淋差好远，呢个不吃也好啊。就系呢间啊，专喺呢个白浪大道上边搵水嘅一间卖冰淇淋、烤地瓜嘅店铺啊。不过白浪大道呢度好靓。我能夠想像到咧，金城武在呢一度拍呢一套愛情片嘅時候，拍廣告啊！拍廣告啊！嚇，嗰度後面滿是黃金麥田嗰種感覺係幾咁靚。又嚟食炒雪糕啦！其实呢一只咧，香港都有，同埋价钱同香港差唔多，就系呢只。你睇下呢个人，日日啊，养住啦，食雪糕啊，又唔系韩国嗰啲自制雪糕，自家制。所以去旅行就要放大个肚皮嚟食，放大个大肚腩。嗱，呢度就系喺旧站隔篱嘅 Music Village。咁咧，夜晚咧就音乐厅。日头是不开的，日头不开这个曲的。
哇，好似元宵花燈啊！成品。